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国战的话，剩下最后的十分钟，好像还不止啊，还有十几分钟哦。我刚结束完电话 ，OK， 那现在要进行防守哈。我们目前占领这个丰收城上游，但是打过来的朋友非常多啊，所以现在有点简单，有点吃力。好，我现在要走回去了哈，有一些怒气就可以走回去继续放了。没想到今天礼拜六啊，还是一样工作一整天啊。电话一大堆就是要叫我快点把图出来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去施工。好，自动。好，目前小兵剩一只啊，去复活一下好了，不然的话现在没有什么输出。真的好多人哦，这个，而且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还有其他地方的话人更多。那我们这边的话，目测现场差不多有两百人在黏我们，在打我们，好多，真的好多。好，太小，好，现在锁定，哇，挂了。自动先关掉一下好了，先关掉一下，好，先关掉，不然的话我待会起来又趴了。好，我先进入状况一下，刚结束电话，好，现在还在状况外，好，待会再等国战之后再笔记一下刚刚谈的事情。好，全部复活，自动配置。哇，又挂了，可恶，这个在顾门口啊，这个北极熊要顾门口。好，等一下。我去塔那边好了，这边的话有点危险的，去塔那边。哎呀，好多人在打、啊，惨了！已经守到这边来了，去打那个曹小林哦。曹小林的话在那边，没人打他。还有蒙起地主小小黄大元。哇，感觉守不住啦、啊，都打过来了。哎呀，可恶啊！客户很会挑时间，每次都在礼拜六的时候打。好，死讨了。又锁住了、啊，我们这朋友太燥了，阿里郎这些在守就没有问题。哇，一个一级我们就趴了，是谁啊？五二啊，他点出了加十七的武器啊，难怪一下把我们打趴。看到国顺兄了，国顺兄他也过来了，好，他也来捡尾刀了。好，自动打开。杨小怡、卡尔洛斯，好，洪大元。如果说他下次在我的这个上面锁定的名单外的话，代表说他趴了哦。好，现在是白木萧，锁定白木萧。好，在这边守，十二逃了，大局哈，大局，李小六，好，先补一下怒气，好，补，好，补怒气，等到他们一波过来的时候，就可以一次把他们带走了。好，我化身嘛，看一下好了，刚刚电话蛮长的，化身没有了，好，换一下，换韩当，好，新小伦也是高手，好打，靠天然呆。等一下，先回去好了。好多人，好多。好，在这边守。好，不然的话，怕右边没有顾到啊。好，右边的话，可能也会有敌人进来。泽小生，蒙奇低鲁小小。好，重新锁定，好，重新按自动锁定。好，不然的话会一直跑。右边往右边走。我觉得要求救兵但是我在想，这个时候啊，最后几分钟应该每个地方都是战火四起哦。江州打很大，好像这种饥饿城也是打很大。那林壁的话不用讲了，反而是大丰收城没有什么想打哈，因为他们是目前最强团在占领的。好 ，OK， 好，我们也在这边哦。什么？看到了，泽小生又过来了。好，哎呀，被我带走了。巨神攻击果然就是我，我现在不是，我现在的话是两只巨神攻击而已。那我换一下好了，换一下。再来。好，这样子的话就全部都是了哈，这样就可以远远射别人了。大王寝室只是个探豹子哈，探子，好，他都会告诉各位朋友就是哪边有多少，然后真的很认真啊，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位盟友，狂秒击退50人了。好，放个真剑，好，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打下来的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去往左边看一下好了。他们可能已经放弃了，已经打不进来，那就放弃了，去选择其他城池来打了。不一定。有神快败的话也是强团一个啊。很多高手都在里面。真的走了。撤退了。好，这是灯节闹元宵旺旺。旺旺集团的老板蔡延敏啊。好像有当过台湾首富一阵子哦。那现在台湾首富是谁？好像是魏应州吧。好，魏应州。
鼎鑫集团的魏应洲目前是台湾首富，那郭台铭好像第三名。好，每一年都在变化，哦，那个变化蛮快的，就看每一家公司的股价怎么样。如果股价高的话，那当然他就比较容易成为首富。好，随风飘荡，随风飘荡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反猛，他的雷剑很痛啊，还有巨浪。哦，那他手上有两把加16的武器啊。哦，所以看到他的话，最好还是退100步比较好。欸，圆头龙夫，欸，我们军团的，哦，他也上全屏了，好厉害啊！哦，真的好厉害，金秀贤，墓碑入下，好，好，在这个船点固好了，在这个船点固，还有最后的6分钟。好，这边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哦，伊达教主在这边守着。好，阵也来了。好，再往左边走好了，再往左边走。好，哦，左边的话好像还有一些敌人，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哦，右边的话应该，哦，他们要从屋顶过来应该有点远。好，哦，那如果打过来的话只要飞回去就好了。好，再往左边走。好，哦，再过去的话就成都啦。好，哦，跟落凤坡。暴力军师躺在地上，目前在等这个时间结束才可以回城。好，这边的话非常多人，哦，可以打一波密雕，哦，不氪金的猛将。哎呀，哎呀，十四逃了。好，补怒气。好，这个拿弓啊加巨神弓，其实人逃增加还是蛮快的哈。今天主要是因为打的时间不够长啊，所以人逃才14逃。好，如果说可以全部打完的话，应该可以破20逃。好，往左边走。我虽然说成都没什么好打，它主城啊打不下来，但是还是可以往左边走看看。哦，才玩几十分钟而已，就被电话占满了。14逃，嗯，14逃，29逃。好，往前走，花见花开。哎，欸，他捏的是什么？哎，欸，他那个有点色情哎，欸，好像捏的是这个胸部，捏一个爱心的形状。卡尔洛斯躺在地上了，我注意到了。好，锁定，莫小屁呀，啊，好，莫小屁。哎呀，又被带走了，起来又趴了。好，莫小屁 ，RIP。好 ，RIP 就是请安息的意思。好，再来。亚美得击退50人的封神，打城门。哦，有些人可能他的这个积分不是很够，就是雕像城门伤害这个积分不是很够，可以打城门累积积分。好，过去的话有这些武魂技啊，所以太接近的话可能很容易被秒。好，远远的就好了。好，那我回去防守好了，回去防守，因为这边的话没有必要了。好，对我来讲没有必要，因为我人头数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好要帮助军团朋友有城池，这个比较重要。十月秋日击退50人的 ，Selina 击退200人的，哇，这个越南朋友真好厉害啊！他在讲什么？我看一下好了，这个秋什么的，看一下，他到底讲什么东西？这个秋那个带。他是挂了吗？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我在想他应该意思就是说，齁，这个丘没有死掉，齁，他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齁，有可能就是这个丘他最近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在的，齁。我在想，齁，去悼念他啦，齁，悼念这位朋友。因为我也蛮久没看到他了，齁，他以前有事没事都会来我的频道留言一下，那一段时间没看到他，确实有可能有一些问题在他身上发生了，齁。我希望他如果生病的话就早就康复。哦，那如果工作繁忙的话，就希望他可以快点结束完手上的工作，哦，快点回归正常。好，哦，这里还有人可以打。哦，没有，他这个出来就进去了，哦，出来就进去了。那还有三分钟，哦，渡时间。哦，三分钟的话，从右边从左边应该都来不及打下我们了。好，我们的军团朋友真的还是蛮早的，哦，有伊凡、多米，哦，多米很强，哦，多米很强。而且这个是药精转王飞电，所以他很强。然后打地瓜小叮当，哎，越来了。好，哦，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哈，给他们最枭雄。哦，天然呆，好，哦，打天然呆。哎呀，被秒啦！哎，他好厉害啊！哎，我小看他了呢，小看他了。对不起，高手一枚，好，哦，高手一枚。好。为了献上我的诚意啊，我要秒你！哇，又挂了！欸，他真的好强啊！欸，他真的不简单哎，这么多人在
在打他，他也竟然可以打败我，哎，是我太弱还是他太强？我觉得应该是他太强，不是我太弱啊。哦，因为我的实力在这一段时间有显著提升哦，应该是他太强。又挂了，这次被母羊宝宝打怕了。好，那鱼酱继续复活，感谢阿里郎。好，感谢阿里郎，他复活速点的速度很快啊。好，补一下怒气，补一下怒气。哎呀，轻敌了。国战的话还有一分钟，好，还有一分钟。估计这些朋友应该是在刷这个排行榜哦，因为每个人啊都想要拿前三名啊。前三名的话就是你会有一个牌子，好，会显示你是金牌、银牌、铜牌，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比较会有尊爵不凡的感觉。好，不氪金的猛将，好，被带走了哈，被带走了，瓦力军师也被带走了，哇，换我被带走了，哦，这个没办法撑啊，这个太强了哈，这个武魂技的话太痛了。好，沉湎维瑞，那食物桃，哎，不是，我是打败谁？哦，对对，我是打败沉湎维瑞，我刚刚被赵翔打败，我看错了哈。好，那还有最后的几十秒而已，好，看有没有机会再增加个一桃。好，先补一下怒气。好，恭喜狂雷暴龙兄，他已经150桃了。好，大家都叫他庞德龙。哎，好了，好，这里又有一个人复活了，打他。好，果战结束了哈，结束了，结束了。好，终于结束了。好，守下来了，守下来了。OK。好，那这是什么干嘛的？是干嘛的？国战版更新，好，待会再看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城池的分布情况。好的，缩小，缩小，缩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话先看蜀国好了，先看蜀国。来，快捷的话是由泡泡海公公的火凤凰木鸟所占领的，恭喜你们。那接下来徐州的话是西豹的霸王界本书，那庐江的话是这个翼者的香兰旗，那徐昌的话是这个封神的封神榜。好，豫章的话，哇，没有人占领啊！天哪，竟然没人占领他，哎，空城啊！哦，这个城池的金元宝的话就送给官方了哈。好，接下来贵阳的话是这个城城的真三国四使者，那江夏的话是 DMB 死神的 DMB， 那新源的话是这个金阳卓越风师爷，长安的话是使命必达的二人谷，那安定的话是刀锋的圣域，凉州的话是砍瓦斯达的喝酒大雪，天水的话是日式远军临天下，汉中的话是小哥哥我攻击你村庄。好，应该都念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吴国的部分。来，吴国的话，寿春的话是由麦威的友神快败所占领的，恭喜恭喜。那接下来财神的话是花卓影的攻无不克，好，新的军团。那接下来连连的话是支援都队的战我不胜，那武岭的话是骷髅的疯人院，襄阳的话是幸福人生的永发天下，那江州的话是云肉的粉味，建宁的话是这个玉岛训都的 Sekiro， 好， Sekiro 的话最近蛮活跃的，常常看到他们占领城池。好，接下来魏国的部分的话，这个北平的话是由上山风仔花之星城所占领的，恭喜你。金阳的话是金姐的 team。好，那北平北海的话，好，北海的话是天天都很神南极邪恶殿，那夜的话是这个龙头美索的修罗邪恶殿，好，这是大风说城。那城内的话是圆滚滚的王者天下。好，哎，但是这里没念到，平原的话是吉鲁的北极邪恶殿哦。那晚的话是这个宝贝火石的王土霸业，那长沙的话是吉子的 team， 哎，金吉吉子，哇，哦。看错了哈，看错了，对不起，金起吉子这不同 ID 哈，我本来以为是同一个，我想说怎么可以占领两个城池。好，那接下来上的话是柠檬的 team 嘛，柠檬的 team。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都念完了哈，都念完了，应该都念到了。好，那就看完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好，看一下排行榜，国战榜。国战榜的话，功勋第一名哪是雷洛啊？虚出武魂，再来的话是猪油仔做一武魂，好，再来的话是熊豹哥哥，好，他跟草莓熊豹哥是不同人啊。不同人，那他们都很喜欢熊豹哥这个角色，所以就全名 ID 叫熊豹哥。好，那他是第三名。好，恭喜145。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陶笛数的部分。来，陶笛数第一名的话就是猪油仔661桃，再来是雷洛649，再来是熊豹哥哥509，再来是霸刀433哈，再来是52 Blitz 哦，也驾驶器武器的52啊，哦433，再来是风爷哦351，再来是狂睡326。加州大饭店315，天月星，好，吕布魂307，再来出码头242，变量系是247，210，那一年秋天202，神力娜201，龙龙九194，刀一回奶罩飞187，打不开181，装梦藤右手179，冠军彩174，圆铜龙飞171，打一发171，随风飘荡魏延武魂164，贴在159，柳泽158，凤雏四元151，狂野霸龙150，左藤峰156，大炮147，我是来乱敌146，两面树的141，貔貅的小弟136，阿碰135，野小的红米米135，我是来蹭的134，刀锋134，是132，阿平132，单一130，天然弹128，日睡长远，周泰武魂123，冰井的哇，好久没看到他了哈。看一下，他应该没有把他装备关起来。好，回坑了，回坑了，回坑了。好，换了一个很漂亮的头像。好，恭喜你，120套。好，不简单。好，我刚回坑就120套。接下来急如风120，下装用数120，目标落下119。
再来雪花猫118，再来是专业豪杰116，再来是蔡小豪116 ，JU 天地反113，直交雾雾110，直江圈圈110，赵翔过家魂110，新小人108，红七公107，阿六公107，残影圈圈107，狂野消炎武魂，哦，他今天有被我打爆，我在比武场的时候我把他偷袭，不是被我打爆，哦，偷袭他，然后他被我一波带走，105，再来是草莓熊猫哥104，赶快点外103，杨小103，不客气的猛将103，不知道是谁128，七九十八，天使诺眼泪。92筹数91陈小伦89三国光明88东明85猫咪面85贩卖中83玉岛寻都83俏秀82范富七情四78一笔大奖78陈太冷77胡须章76熊奇75巧巧71狂阴阴超人往他吞这个补血的大乔魂71再来是飞波奶奶71改名字转转运68雷雨幻视68五角67卡瓦斯达人67怎么那么好奇65笑面如花63血色荣耀60刮取小文60十月秋日60封神60郁云康58牙妹队57再来是爽麦艇54阿姨53韩诺51坤哥50 Raider 50狂剑球脸46千岁43赵国柱43四爱红尘40好如果说你要上这个百大排行榜的话至少要40套以上 OK 那我们看一下猛将看一下各职业排行榜好猛将第一名是霸道再来是加州大饭店再来是天月星好接下来看一下豪杰的部分好豪杰第一名的话是雷洛好再来是猪油仔再来是52 Blitz 好豪杰的话难度都很高要进前几名好不简单都是高手好接下来军师的话第一名是这个雪花猫再来是冰凉西施再来是施力好我们看一下方式啊方式的话第一名是熊豹哥哥再来是狂睡再来是风野嘿好久没看到巨人黑洞了他不知道最近在干嘛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复活榜好复活榜第一名的话是个阿里郎384复啊好他帮我复活了非常多次非常感谢再来是多米180啊好这两名的话前两名都是我们军团的再来是吴小北168再来是冰心奥月146再来张传妹妹139杨小127新属玉林114这个也是我们军团再来是没有名字109再来金烟岛108幕后花絮107好 OK 好到这边好到这边哇好多朋友破百复哦有12位好最后33的时候叫安宁云霄 OK 这下面的话我就给他划过去做个简单的记录划过去也不要划太快好了齁因为毕竟都是辛辛苦苦复活上榜单的齁要好好记录一下 OK 好到70名哦70名曾经心疼好啊继续划哦闪光我、哦、真的好羡慕他哦他在过几天啊就可以拿到90级的技能之前输了真好羡慕那个第一只造型就是给他捡到尾刀的好再来好 OK 第一百名的话是维顶你叫哎呀这个 ID 色色的好的好领奖励的好领取奖励好120金元宝然后果断历程的话也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好大概这样子就是被很多高手击败但是也击败了一些些的高手还不错好感觉良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好我打败好多次哦我再往上滑一下好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把我打趴的是谁今天第一个把我打趴的是迪丽热巴哦迪丽热巴好的确认好先忙工作吐都吐不完了各位朋友游戏愉快拜拜。